今天我又来到同样的地方，我这里是朋哦，来哦来哦，喂，头太小，我整个给他拉去，哎呦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哎，不要动不要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ames。今天我又来到同样的地方，然后呢，今天还是一样要钓鱼。由于上一次哦，不是因为线断了，然后就钓不到鱼嘛，然后这一次我就去买了一个比较够力的线。QQ 够力。我朋友为了钓鱼，他就自己制作了一个环子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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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什么配方？很好的名字。里面啊，里面有面粉。有。淀粉、鱼料、海蛳粉跟那个麻辣煎，麻辣煎就这样。叫我梦一段，正经我谷歌 ，OK， 谷歌，我谷歌麻辣煎，是麻沙拉，麻沙拉，不是麻沙拉底，秘籍里臭虾，不知道喵喵，臭虾做成了，我怪不得那种虾味道，真香，哎呀，真香哎。有吗？我这里是朋哦，来哦来哦，喂，钩太小，我整个给他拉去啊，又钩不见啊 ！Oh my god！ 哎，这么你绑了一线，你看哦，看到，应该是，带我出来看绑一钩呀，你绑啊，三个一钩，你绑，走，十五根啊，啊，剩下十二根，绑这江西剩下十一根啊，你看鱼怎么吓跑？这个线不可以烧，打我。向前路，你那哪道弯？你看鱼跟着一起跳舞。嗯。很香，好像是垃圾人吗？人啊？什么？不是，有种臭味道。鱼托比，鱼最喜欢那种腥味这样。掉，我慢。我的频道终于要破200订阅了，太棒了！我就会在我这个频道破200订阅的时候呢，做一个 giveaway， 然后 giveaway 什么呢？就是送奖金，这奖金价值马币120令吉。然后呢，你们要怎么获得呢？其实很简单罢了，你们只需要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还有去 follow 我的 IG 账号，还有就是去我的 Facebook 点赞。就是这么简单，然后呢，在我这个影片下方留言说我要奖金，然后呢，到时我就会抽一个幸运儿来获得我这个奖金。有了吗？有了哟！有了哦！哇，终于！谢谢。靠！三八竹花，跳！喏、哦，不要放在水面。哇！你看这鱼料不一样就不一样，才几秒而已。哇，大神！就这。玩完了。还有。钓鱼配宝什么？浮标，下去就是有了啦。没有这样简单，这是了。哎呦，太早了。请赶上。现在看几秒可以钓一只。已经十秒了。2000 years later。有啊，感觉有了哎、欸，哦，有了，有了，哇，终于钓到你了，终于，
是这只吗？你讲，直升机是这只吗？哇，干牛力！哇，可以这样砍了，人家嘴巴裂掉。非洲鱼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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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它是这吗？你讲的黑色是这种？不是。你来解解。这不美。这是另外一种。可怜呐、啊。看这个，这个是，哎，这颜色。哇哇，还没掉。不要不要，石头石头，等下伤到。可怜、啊。哇。还嘴巴开，沈健哥哥给你看一下。哇哇哇！也痛啊！哇，神龙摆尾，轻轻，勾到上颚哎，那个倒钩，你进气再拉出来，进气。哇操！哎，冷掉！哇哇哇！放中间一点。哎，来呀，有啊！哎。太快了，给他给他吃，刚一前一后，一前一后。是不是这边手的这边用一只哦，然后这样顶住。哦，啊对，这样好笑哎。你还好笑？这样是有还是没有？没有，还没。等他整个吃下去。哦，要等。我叫你拉你去了。啊，叫你拉你去了。哇，紧张嘞，哎呦。哎，有洞啊，看这。你先放牙松。你放没有？你放下去，嗯。没有啊，紧张嘞，哎呦。放点。你去哪一个鱼料？放那边。给他丢错、哦，左手拿鱼料，给他丢右手、哦。有了有了。哇哇哇！咬完咬完。你放下去，放下去，放放了。一个十六岁的大男人。没事没事。有飞机。好。没没没，这种不话不是我讲。没有，还没停下去。哇，来呀来呀，开呀来呀，我在拍这拍这。嚯！哦哦哦。来来来，来来，慢点慢点，干可怜哇，怎么？哇，这样这个感觉，秘制的鱼料就不一样。里面五只啊，五只个。要跳全部不要咬来自这个它鱼鳞黄色自动哦，自动哎，不要勾到手哇，不要跳下去哦，哎兄弟抓起来，强哥抓，哇我不是很敢抓哎，哇哇这鱼掉了，我放哎呦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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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怕自己晕掉啊，哈哈，哇，你不要这样有力可以吗？我来，好一厘喂，拉好尾巴，转接进去，拦住，哇，你直接扣上嘴巴了，哇，哦 shit， 狗粮，来喽，丢下去喽，敲到，干你妈！不要紧张，哎。哇，吃掉了！哎、欸，你刚刚当大字，你看没有？在掰那边红了。我那个大字，哇，有料有料！慢慢拿。喂，哇，断掉，这很有力耶！还在，还在，哥还在。哇！这有力哦，找到个拉裤。2000 years later。哇，来哟来哟！黑色啊，还是黑色。哎呀，
啊，要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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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比较大只，肉质鲜美。我没什么干，不咬你喂。啊，屁股洞这样一个，这边。怎么你是有兴趣？没有，我不会抓，我不会再抓你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哎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喂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动。你不要跳回去，不要跳回去。大只在这里，大只在这里。放放放！哎呦！哇！哎呦喂！终于打掉了，来哦！我包袋。哎！啊！你包吗？还讲这次我包袋回去？为什么？狗的问题，狗的问题，一定是狗的问题。狗的问题。哎，狗问题。哎呦，哎呀！哎呀，我们狗问题，那个木材有问题。那个还要带回去啊？不动。然后今天的收获还是不错的啦，然后有好像是五六只鱼啊，有钓到，比上一次还好，上一次线还断掉。OK， 今天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希望的人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并且打开小铃铛。OK， 我们下个影片见。